我刚刚讲过，就是这种是单幅的作画表演，就是我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哪一种？多幅的。多幅的什么意思？就是能画出很多。可以像沙画一样进行表演，那么这个难度更大、更高，观赏性更强。 哎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，赶紧给我表演吧，我真的是很期待。可以，好。是。哇，好美啊！浪漫的感觉。这是画的是不是月亮？配上这个音乐。所以他在表演上还是有很有很多想法的。音乐每次都是。音乐每次都是。
美。谢谢。我想摘下来带走。太震撼了。其实我觉得你一个这个可以去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，如果您是真的创始人的话，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，会对您会有巨大的帮助。尽早申请，谢谢。应该申请，应该申请。谢谢谢谢。